那我们今天讲普通吗？不知道，谁在哭哦？你现在好了。我们自己先讲角色比较好吧，因为讲普通招募也没什么感觉啊。完就先讲角色。我们就简称魅影之剑好了。说真的，它的名称有点难记。怎么看别人的那个？好强啊！那什么是回答机器人？这里。那应该可以从这边看他们的装备啊，对，可以直接切磋，一直忘记想。我觉得我们可以跟线玩切看看啦，就是，对啊，应该现在老手就顺便可以看一下老玩家。